跟有驾驶的 Robotaxi 的车辆原本是在临港区域内开展运营，为了支持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呢我们一共调了10辆车来参与大会期间的这个观众的一个接驳民众们可以在我们所设定的5个点位内任何一个地方，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小可来喽，可以直接下单预约，和大家平时打出租车打网约车其实是一样的流程。